就是梁赞市区靠近克里姆林附近的切尔诺贝利纪念碑。1986年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、核爆炸，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惨痛的灾难。在俄罗斯很多地方都有这个，切尔诺贝利，失事之后这些。遇难者包括受害者的一些抚恤基金，有很多人最后撤离切尔诺贝利之后，分散到前苏联的各个地区，这些人后来艰难的生存下来，然后有很多染上这个重疾的，国家都有这个基金来作为抚恤帮助。